大家好，我是陈桂莲，我是这里无边国兵天国客栈的负责人。我们这里是社区关怀中心，成立了三年的时间。我们这里有八个老人家，三个童工，年轻人呢有三个，夹埋我总共有十二个人。我们这里是帮助老人家，我们这里老人家呢三妈都可以自己自理的。目前我们这里136呢就有跟老人家一起来灵修，他们灵修完的时候就吃早餐，吃完早餐呢他们就有些去种花淋花扫地抹地入厨房剁菜一切的工作他们每一日都要做的工作咯。我最开心的事呢就是很多谢智恩牧师，他再次咁样能够俾我哋翻嚟呢度天国客栈嚟服侍神。我最难忘嘅事因为曾经我哋已经喺槟城都有帮牧师做过咗嘅，已经三年咗。所以张牧师咧叫做开呢个天国客栈，佢就嗌我哋两夫妇翻嚟呢度帮佢做。我的名字叫多嘉，我在这里自己三年，上帝安排我来自己在这里，有牙遮头，三餐吃饱饱，不用担忧，不用挂虑，有这个阿头指给我们吃，有这个靓仔帮手，靓女又帮手，煮到好好给我们早餐、晚餐、晚餐。有鱼有鸡有汤，哇！哈利路亚，顶哥！大家好，多谢你哋嚟咗我嘅天国客栈。正所谓来者不拒，拒者不来。多谢每一位咁大力嘅支持我哋嚟我哋呢个嘅天国客栈。我哋呢度有两吉，拉尾嗰吉，拉尾嗰吉咧，我哋去做。少女或者是婦女的戒毒所，那么陣間我們會去這個江沙呢看兩吉三蘇的地方想開戒毒所。那么我們好笑啊，真是多謝主啊，我們不是做慈善啊，我們又不是說開戒毒所啊，開老人院啊，兒童院啊，我們是做神的工作，因為真是多人呢很需要的。所以耶穌說，凡是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得到安息。今天我遇到這兩個了，一個姓廖的在這裡住了，跟著有一個很小的 Steven， 哇，48歲，我們都收埋的了。這裡我有14個人，有一個童工而已，計起來，跟著有一個靚仔在這裡幫手，凱文，還有一個靚女呢Crystal 幫手，最重要是有文成在這裡幫走的太太，桂蓮姐在這裡打理，我很放心的了，所以不用擔心，不驚不驚，耶穌錯太疼。